原标题，外国摄影师拍摄的晚清，看看清朝官员下乡审案的排场，已经有了一些现代化气息。1905在外面演出 JPD 1905 1908买油条的小贩子 JPD 1905到1908年在运煤的华工 JPD 1905年清朝官员下乡审案 PND 1906中国贸易委员会 JPD 1909在街上跳龙舞 JPD 1931在火车上运输的中国军队和物资 JPG 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